有枪落地有枪，耶，有枪，兄弟们，干活！闻到了很浓的浊气 ，OK 啊，直接枪落，不给机会。兄弟们看啊，根据喵师第98章，有人的地方，烟雷就好。就，嘿嘿，看到没？学会了吗？帅哥，看没耍放过你啊，明白吗？怎么感觉你要把我吃掉了？乖呢，姐姐不吃人的。那边是我队友，你别打呀。嘴上叫我别打，打得比谁都凶。看好这个人。呀，帅哥，你怎么也倒了呢？我让我队友救你打他们。没机会了，香喷喷的合计。有人机的地方必有人，吓死我了，你臭弟弟有浊气。小姐姐想好友吗？一起玩？不要。要吗？好的好的好的。是谁听话？帅哥你等我，给你封个烟。想舔个包，敢偷我？你行不行？绝对是他顶！呀，帅哥，你咋这么牛逼呢？看没说要放过你，明白吗？你是喵吗？呀，哎，你怎么认识我？是喵，你怎么认识我啊，小姐姐？你别打我，小姐姐，你别补我，别补我，是喵，别补我！我不补你，给你封个烟。你掉了？好呢，我绝对不会打你的，宝贝。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你能不能叫宝贝啊？你对我为什么要打我？直播间的各位，看好，我要证明一下自己。这个帅哥人傻了，走着走着就没了。想救队友。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对。又想救队友，不给。还想救队友，不给。差点，对面的帅哥，你上来啊！Hello， 帅哥。美女。